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许，这边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未来 14.3 版本布袋戏升华到底有多强呢？也就是12月1号会开放升华哈，那到底要不要再去抽呢？那以下是我个人的看法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。那我们先从三大奖的部分开始讲好了。第一个大奖素还真哈，那这个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一个角色。升华一就是加三尾，这个就不多讲。升华二跟升华三就是萧直行三力扶持，就会提升攻击力跟回复力 15%， 只要消三颗其实还蛮容易达成的、哦、这个很好。升华四的部分是对讲机变成流云锻炼剑强，那更改的部分就是有倍率提升跟多了一个光兼具 25% 水，那这个是可以叠加的，也就是说双速环针对讲的话就是光兼具 50% 水，再加上它原本就有新兼具 50% 水，也就是说速环针如果开了主动技的话就是整版都是攻击珠，间接的这个增强了他的主动技能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看这个比较明显，那他的水攻击力部分从4×4×4，16变成4.5×4.5，就是20.25。消三种扶持，并且自身发动攻击的话，他会追打自身攻击3.5倍一次。那原本的话是追打3倍，提升到了3.5倍。那还有一个是消除新扶持跟自身发动攻击的话，会追打自身攻击力2倍的水攻，那原本是追打1.5倍，所以就是提升了一点点，然后并且多了一个兼具的效果。那这边帮大家总结一下，它就是升华之后变成单张舒缓针追打的倍率是131倍，那原本是88倍，其实提升还蛮多的，远远就是超过这个特哥了。但是其实也不能这样比啊，因为特哥是平均81倍，那它是单卡131倍。平均下来呢，整队的倍率是57倍，但是这个57倍它没有算上这个间距，也就是说光跟心这个间距水没有算进去，但是间距这个比较不好算啦，所以我们就先不讲这个哈。反正大家只要知道它升华之后变得非常的暴力就对了，比原本强很多啦。原本的话是单卡88倍，然后整队平均下来大概40倍，那这个也没有算上去心间距水这个，所以我觉得这张算是变得非常强。但是我个人私心觉得啦，是我个人觉得哦、喔。我觉得如果你有特哥的话，是不用去抽速缓针的，因为特哥他81倍很高嘛，他还附带这个减伤，还有这个带着水雾可以补血的效果，这个是无法取代的哈。我觉得特哥真的是太强了，所以我觉得有特哥的话，如果你是比较无氪金玩家或者是比较小氪金玩家，我是觉得不用特地去抽速缓针啦。再来我们讲这个叶小钗哈。叶小钗一样是提升三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他的三维加的比速完整少？然后这个升华二跟三一样是，哎、欸，他两个都是加攻击力哦，也就是说他会有两把剑，你只要直行消四力扶持，那他就会提升两次的15%攻击力，这个还蛮强的吼。而且通常一个蔬菜队里面应该都会放不止一张叶小钗，所以这个升华还蛮强的。那升华四的部分就是变成天剑三绝技，那他队长技应该是没什么变啊，主要是主动技的部分变成就是可以开关，那就变得比较灵活一点了，而且关的时候还会减少 CD2 哈，这跟巫女解放巫女蛮类似的，就是变得更灵活了。如果说你有三张叶小钗的话，等于就是你几乎可以、欸、每回合都可以开开关关，就是满满的攻击珠。我觉得叶小钗是非常值得去升华的。再来是一页书，一页书的升华一也是加三维哈，那升华二跟三就是。升华这个加攻击力就不讲哈，进场 CD 减二这个比较讲一下哈，因为它原本是 CD 八，它这张卡原本是 CD 八，那进场的话，因为它跟叶小钗那个有队伍技能哈，进场 CD 减五，那进场正常来说是 CD 三，那再配合这个 CD 减二的话，正常来说应该是会变成进场 CD 一，那我觉得这个是蛮 OP 的哈，而且还有一个直行剑哈，我觉得这张卡也是必定要升华的哈。那升华四还有消除势力扶持，也是哎、欸、跟叶小钗一样，就是双剑吼。升华四就是两把剑，非常非常的强吼。这三张大奖都很值得去升华。那再来就是一些小奖的部分吼，就是加三维跟这个回复力跟攻击力这个加成，这个就没什么好讲的吼。这个就因为它的技能也没什么变化吼，主要还是讲这个三大奖的部分啦。那总而言之呢，我觉得这次三大奖都是很值得去。升华的都加强了非常多哦。那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，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那右下角也可以帮我按个喜欢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